有漫画中的人物剧透，如果是动画党怕被爆雷的话，请自行斟酌观看。今天要来玩鬼灭的颜文字猜猜看第二集，没有铃铛，所以要用举手的。这一次的题目会从漫画里面出，所以你们漫画都读完了吗？完了，但是也是会有动画里的，会有上一集有出过的人，但是会用不同的颜文字。OK， 自己打脸那个蜜，灭脸厉害吧？我想很久呢。那我们要来准备第一题了，三二一。火炼狱系蟑螂。要举手，要举手。哎，所以炼狱系蟑螂不对，是谁？悠悠弟弟不是，炼狱化凡不是。哎，你有没有答案？没有啊，上学也没有啊。哎，答对了，就是暴雪。我觉得你要放就是音柱那边的画面。哦，其实这是我们企划姐姐出的，她的想法可能会跟我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第二题是一个地方。好，悠悠。答对了。好，所以刚刚是天哪一分，现在又有一分。好，这个是紫藤花。那我们来看第三题哟。哦，天妇罗，这个是一个人。哦，又有那个钢铁人。哎，看起来做到。哦，对耶，又有两分了。哇，哎，妞妞今天怎么了？我本来想他连龙骑。可是。那个风铃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头上的那个。来，地方，地方。好，妞妞。答对喽，就是藤崎山啦。好，那我们要看下一题哦。你好累啊。人名，妞妞吗？比窝座。好，答对。你要记得。好，你两分。好，来。一分。好，是那个就是比窝座师傅。好，就是比窝座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下一题是人名。哎，悠悠，是人名。人，对，是一个人。联想一下，联想一下。他说，上一次，上一次没出过。没要举手。动画里面。动画里面有。天哪。蝴蝶忍。不是。是麦夫吗？不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石头。不是。不是。不是。是在九柱。跟九柱有关联，主公，哎，答对了，又答对了。对，就是他，因为他生病又瞎眼，然后他在一个城里面，然后他最后就卧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躺在床上生病的瞎子，然后住在城堡里，所以要联想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下一题就是一个人，哎，天哪！不对，累姐累的。哎，答对了，又有答对，又有你几分？你们几？三分。你几分？一分。一分。好，来看下一题喽。人是一个人。人。嗯。人。他的特征。特应该算是。不上。妞妞。哎，答对了。对。空间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动作。空间感应，对对对。好，来下一题哟。哎，声音是爷爷。对，好，妞妞答对了。来，下一题。什么啊？哎，悠悠，谁中？哎，不对。不对。哦，那春田吗？哎，答对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路人。但他说他是水之呼吸。对，路人甲。对，他是路人。你看，因为路人，对，水之呼吸的路人，对，就是春田，没错。最强的。大概。好好，来，那我们看一下。你在鬼面吃肉。哎，妮娜。是。那悠悠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帮他猜。好，妞妞。不是，也是一个人。人。对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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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不是。不可能是麦芙啊。不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琵琶女。啊，答对了，悠悠答对了。她是民女，但是悠悠答对了。第二题，来，来，下一题。哦，天哪！看到了，瞎子。哎，妞妞，妞妞，妞妞好，妞妞。足球。哎，答对了，你知道吗？足球有一个这个围巾。
竹秀围巾，这个其实在动画里面就有了。好，来我们看下一题，花子，这个可能要联想，你先想一下，谁是画家？好，举手。打鼓的那个不是，小丑不是，应该是鬼，是鬼。一个鬼，之前好像写诗了，不是爱写诗，还不是下船之后然后打一下叉，不是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不是。下一个，谁？这一题要放弃吗？谁？等一下，没有小，我知道了，他是鬼，他是鬼，对，他是鬼，所以小丑是谁？是在漫画里，不是在动漫里。他动画里就有了。动画，对，动画怎么没有？但是下丑，对不对？妞妞，不是。所以要放弃吗？下学之期不是，下学之期不是，不是，好，来都不知道哦。不是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画画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。我知道画画最后，对，最后结局他是画。画那个眼睛的符啊，贴在那个别人的上面就可以看嘛。啊，这一题太难了，大家都出不来。这个整个人名，妞妞。真不答对了。真的会长得好可爱。哎，天哪！一定是古别人家的鬼。答对了，就是鬼，因为鬼爱生气，所以会有一个生气符号。对，他气呼呼的。我是古别人，因为是说他撞破那个符。来，那我们看下一题。哎，这个跟他个性有关哈，妞妞。弟弟。不是。千万。不是。会有爱心，对，他不会。哎，天哪，不是，他刚讲到一个关键字，但是他就猜错的。Angel 雨水天，又猜错，好可惜。不是 Angel 有三个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，还有谁爱女生？赶快，应该不多了。不多了。啊，我知道三个。答对了，天哪，答对了。你要不是放一个，放一个。对，因为那个女生很生气，打气呼呼，对对对。那我们来看下一题喽。什么鸟？哎，悠悠，停住，差一点。哎，很接近。不是铁，不是，不是悠悠吗？没有铁火呢。谁的爸爸？谁的爸爸？谁的爸爸？对，我是神神乐。我以为他就是直角铁，然后被铁火了。简单了，快点人名。天哪，六零，那个，我知道，上弦一答对了，天哪，答对了，我黑，对，黑什么？黑什么？月之梦，对的，来，什么？爱谁家？人名？豆子？不是，什么豆子？不然不放。天哪，夹住，不对，夹住他很爱看人啊，不是不是，这有一点点难联想，但是想睡觉，跟睡觉有关，对，水吗？对。鬼，对，就是那个无限列车。对对对，但是那个悠悠先打了，对，夜梦，它会让人家做噩梦，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做好梦，有时候做好梦，对，就是让人家做梦。下一题，简单的人，不是，是岩壁，人物，对。鬼吗？哦，应该是夏树打扮下旋之士。不，下旋之士，不是。上旋之士讲错。是鬼，不可能是累，因为累会有王子。对，彩虹。嗯，这个我觉得没有很难呢，这是漫画里的，动画里没有。是上学，对不对？是上学，哎，很接近了。再一次，是谁？谁？上学之路？不是，妞妞？不是，天哪！上学之路。上弦二，天哪，答对了！他的眼睛是彩虹色的，有吗？他的眼睛是彩虹色的，对，头模特征，然后他使用冰，跟冰块有什么关系？他使用冰，完嘞完嘞，好，下一题。啊，天哪，超市，不是，我知道，好，怎么这次都那么难呢？这怎么？他是无产的老师，就是。在那个都市里，不是遇到无产的那个老人吗？无产，答对了，无产。
五彩五彩，因为他会变男生也会变女生，然后他有无限城，然后也会跑去。快点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。牛牛。玲珑。不是。难道他一直中错招了？不是。探治。哎，探治郎吗？说谎，他你会变奇怪。对对对。姐姐。对，没错，这是漫画里的。说谎了之后，他的脸会变很奇怪。因为他为了找雨神天元的老婆，所以他对。然后他无法说谎，他说谎脸会变很奇怪。来，简单。牛牛。千里车。啊，对，这个送分题，送分题，对对对。来，准备哦。悠悠。有吃面面的。就是炼狱新手了，不是卖面的人。好，牛牛，不是拉面店，这是一个地点。地点，地点，对，一个地点。面店，拉面店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那个地方，卖拉面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的都市名，都市传说，都市名，消失的牛牛，浅草，浅草，对，牛牛你到底几分了？浅草，你要记哦，你要记哦。但是我六，他们两个六呀。六吧，六十七的。来，一个地方。啊，一个。漫画里的。对呀。铁匠做到的地方。铁匠做到的地方。对，锻刀村。哇。哇哦。一个。一个。好，天哪。是什么吗？不是。是鬼吗？算是一个事件，妞妞。一直中。哎，悠悠。就是呢。车子被抓了，不是，然后花街，对，花街，花街，花街，你们知道吗？探子、探子、珠子，因为他们男生打扮成女生，这个你们有看过吗？这一集，然后一珠把它装太亮，因为真是女生，对，因为一珠太美了。嗯，看下一题，哎，牛牛，玉壶，答对了，对，就是玉壶，好，这个。有小铁的那个零件，然后就是晋国元一他留的那个。答对了，这一个机器人那个零四，这个也出厉害吧？好，下一题。我爷爷，就是爷爷。怎么那么多？人呢？人。对呀，这样我很晋国元一。答对了，也有答对。日式呼吸的神佛先老。我是两个，我都离他老了。老了，对。好，下一题。人。那个晋国元一老婆。不是。我猜他老婆。答对了，天哪，答对了，因为在城市里啊，然后戴帽子啊。哦。对，好，我们看下一题哦。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所以这一次是谁赢呢？总共三十题全部答完。他们两个，我点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的评分就在下面。这一次的题目难吗？超难，超难哦，而且有一些是从漫画出的，所以真的要有读漫画才会知道。没有到我们没看的地方。哦，所以你们都还有看到的范围。而且童魔你们也看过，童魔，你们在那里，如果喜欢花季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。对，然后如果喜欢鬼灭之刃的话，记得帮我们分享哦。然后还要积极的订阅，我是老爸他们的频道，可以看到更多悠悠跟天哪日常生活喽。对，还有你的话哟，才看到可爱的凯哟。拜拜，明天见啦，拜拜。跳舞跳舞，有没有？他在跳舞，别再动了，彩虹，别再给我动了你。他有觉得无聊。告诉我这是什么，不要再吃你的手，告诉我这是什么。好，那你还看到更后面。